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宁。咱们三哥从沙漠里面出来了，然后带了一些好的一些水生鸟，咱们把这些好的给挑出来。大家看到没有，还有两个尼龙带，这好东西和垃圾料都在一起啊。对，这没挑，还没挑呢。这个情况可以，大家在视频里面可能看到这个是个破石头，咱们一会儿给它收拾出来，收拾出来，然后就会能看出来它是比较好的。别一会儿好了，然后这边是分出来的一般的料子，然后我挑出来的，我把这些好的料子给挑出来了，这个一尼龙带，好吧，他们拿过去卖了，然后这是我挑出来的货，等一下咱们回去给它收拾一下。现在终于把这些料子给就是在水里面泡了一会儿，然后刷洗一下，然后这些都是小精品，都挺好的。看这个可以做个水形手串，可以挑一些出来做个水形手串。三哥，请问你在里面待了多长时间捡的这些？一个多月。辛苦，真的，好料子不容易捡。来了吗？两看。老料，哎，这个老料手把件。黑糖。黑糖，这么大个翠绿的，是翠绿的。现在请大家看收拾好的料子是什么样子的。来，咱们小范围，小范围的。这个呢是我挑出来，我打算做一个手串，做一个手串，漂漂亮亮的小手串。然后这一块是我特别喜欢的，因为大家看这一块它有草花呢，草花糖。被石头砸了指甲。哎呀，帅气。三哥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好多小伙伴们都特别的关心你的身体，还有没有那种特别虚的那种感觉？现在基本上好了，捡石头去没问题。看三哥，现在挖鱼挖的就是手特别的难受，然后现在要带上护腕。很多小伙伴都在私信想要来沙漠挖鱼，天哪！大家看我弟弟的手，一半指甲没了。然后另外一半长出来那个小指甲是那个样子，然后以后可能会慢慢长好。然后三哥的手现在已经戴上了护腕了。挖鱼这么辛苦，真的不要来受这个罪啊，真的不要来受这个罪。好多小伙伴还说想过来体验这个干嘛呀，真的是看外面的沙尘暴，看那个手变成那个样子啊，给大家听一下那个沙尘暴的声音。给大家看，又是沙尘暴，哎呦我天，我讨厌死沙尘暴了。好了，关注我，我是阿宁，勇闯天涯的日子，咱们彼此陪伴，拜拜。